第二的第三题，他说有个矩阵啊，经过列运算之后啊，好，这些列运算，二 R1 负 R1 负 R3 加 R1 还有二 R3 R23 对不起，然后呢，得到一个新的矩阵，然后请问说原来矩阵是多少？好，这个题目要你反推回去啊，反推回去，所以怎么办？来吧，我们去看一下，开始看一下吧。原来是多少？原来是3014 1258。然后还有7432，对不对？好，原本是经过 R23，对不对？现在变成什么东西？R32，对不对？因为原本是第二列跟第三列互换位置嘛，现在我再把它换回去一次，所以叫这个经过，所以变成是3014 1258，还有7432。哎，我写错了 ，sorry。应该就是要写1258才对，哦，第二列跟第三列互换位置嘛，可以了哦。好，然后再来，原本是负 R3 加 R1， 这是什么意思？第三列把第三列乘以负一，加到第一列，然后加到第一列去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如果把它反推回去，第三列没换，第一列第三列是没有动的，对不对？第三列是没有动的。可是第一列呢，他做了，他被少了，做了什么事情？他是被 R3 扣掉了，所以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是应该把第一列加什么？一二加 R3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应该把 R3 加到第一列去，对不对？会了哈，好，就把它加回去吧，所以变成了就是1258加到上面去，就变成了是426 12，好，然后其他照抄，7432 1258，会了哈。好，然后再来 ，R23 是什么意思？哎，对不起，讲错了。这个2R1 是什么意思？第一列乘两倍吧。所以我回去的话呢，知道第一列应该怎么办？乘二分之一，对不对？所以变成多少？变成是2136 7432 1258 ，OK， 好，这个就变成了你的答案，2136 7432 1258，好，这个是你要的那个谁 ，A， 好，这反推回去的，这样会了哈，可以吗？但是我会建议你啊，这边写的时候你要写慢一点，所以说写慢一点是因为有时候你要反推回去的时候，你要想清楚说原来怎么做。然后后来怎么做才能够反推回去，哦，有时候有的时候只是单纯互换位置，那有的时候是可能要变成二分之一，那原本要加多少，要把它乘回，要把它减回去这样子的。